前嗰兩集咧就講關於 tempo 嘅訓練啊嘛。OK， 究竟 tempo 嘅訓練咧最主要目的係咩咧？最主要目的就係製造一個 time under tension 嗰個感覺嘅，簡稱 TUT。中文意思咧即係你用幾多嘅時間喺個肌肉上邊去作訓練嘅。譬如我用平推胸為例啦 ，OK， 4010。而你用3010，即係我用5秒完成一下，你用4秒完成一下咧，咁譬如大家都用同一個重量 ，OK， 做同一個下數，譬如我做10下嘅，你都去做10下，咁我用50秒去完成一組，你用40秒去完成一組，咁大家出嚟嘅效果咧就爭10秒，如果大家都要做4組嘅話咧，咁個效果會爭差好遠嘅，譬如我用50秒，如果做4組嘅話，即係200個秒 time under tension， 你用160秒 time under tension 咧，其實個效果係爭差好遠嘅。如果大家成個訓練咧係做30個 set， 咁其實成個計劃嚟講咧，我嘅嗰個產生個 TUT 個效果咧係比你強烈好多嘅。希望呢個 tips 幫到大家啦。